出言来我没把哪一个骂，骂一声黑狗光穿听在心呐、啊。今天呢为啥把我来要，恁不该要我这要饭之人，今天恁要我就该恁死，今天这要我要饭的该恁命归阴。这真龙天子多说一句话，杀子燕黑狗黄团一命归阴啦呀。常言说到最后啊，君无戏言，这个真龙天子说一句话算一句话。你说这个朱元璋不得底，他要饭呢，在马员外大门外边就说了这些话，你说那得了啊。